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笑笑。然后呢，很多人居然会对这个声音特别的感兴趣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声音，想让我们这种声音解说一次，或者说拍一次视频，好吧？哈哈哈哈，怎么可能嘛？好，言归正传，我们来喂食吧。还是这种声音比较活力四射嘛，是不是？你看看那种声音多压抑啊，有没有感觉我自己的心情都不好了呢？我们来吧，喂食，今天买了好多东西，先看看有什么吧。哇，也没什么呀，是吧？话说我特别的，哎，这里是什么？鼠粮，这里是鼠粮。我特别的纠结，为什么养个白鼠要这么多东西？对，这个是磨牙粮，这个是仓鼠粮，这里还有一兜，对，都是他们吃的。这个养个白鼠要这么麻烦吗？不需要吧。这个管子是打氧的，只是放了一会儿，对，一会儿走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对，来吧，我们来看看这个买的这个东西。对，那这是一袋鱼，看，两条鲟鱼。我打算一边放一只。是的，我就是这么的机智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我的妈的，今天到底是不是心情太好了呀？但是我真的没有膨胀，只是今天心情可能比较活泼。对，我这个人平时也特别的活泼啊。有没有感觉出来呢？是不是感觉今天比平时要活泼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今天可能是，好吧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泼。要不这样吧，把这个都，哎，漂亮，完美。把这个套在里面正好。来，我们来捞鱼。这个，你出来，哎，漂亮，看。哎呀哎呀呀，别动，别进来，千万别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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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跳。好的，他进了，他进了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这个新环境啊？我怕他明天就死了，因为他说他吃鱼饲料，我就买了。然后这个缸也不是为了更好看，虽然我这什么都没有，也不好看。那你出来了，来你的新家，不然我买你干啥？是不是？干啥玩意儿？快出来！哎哎哎，你们都是，哎呀，逼我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啊？好的，你进来了啊。他不吃鱼吧？好像是不吃的。对，这个鱼我买了2只啊，然后这还有一兜子这个饲料鱼，还买了几只蛤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啊。然后想听这个声音的你们，出门左转啊。是的，哎，对不起啊，不是左转了，不是左转了，想看就看嘛，真是的。哪有那么多事情哦？这个，要不我把这个都拿出来，这水不要了，来你们这边来待着。对，把这个进来，看我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个就掉了。来，我们来搬家啊，迁徙。反正这鱼你们鱼要死很多，对。进来，快啊！这边放点儿，这还有只蛤蟆，对。哎，感觉我的缸一下就拥挤了很多呢。这只好像不高兴了，它刚来新家，然后就被我这样子了。这还有很多这个田螺，你们看这田螺，一个个的都冒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看，这有2片嫩肉，来，我们戳一下，你看它。闭紧了肉啊，它夹住我了，它吸住我的手，这个也是，你看，特别的可爱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小鱼、小蛤蟆，这小蛤蟆是当饲料的。然后这儿你看，这个壁上有很多这个小螺，对，特别多。然后我发现现在我的水质找不到了，光他妈看到它们了，我心情很糟糕啊。这里面是有小蝎子，啊，我都不知道蝎子在哪儿，来，咱看看啊，看。没有呢，哇哦，都在员工宿舍呢。看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，他们让他们的妈妈不要担心。他们过得很好，但是该加水了。我有水吗？有。啊，这个，这不有水吗？来撒一点。这个水要撒哪里啊？
这缸就这样。我的天哪，我的狮子在里面。哎呦，它屁股拱了起来。嗯，我这个白鼠啊、嗯，好吧，我们来这个，我们来做点正经事情。嗯，我这个好像是感冒了哈。这是怎么拱了起来的？它的双腿，它在干嘛？你要舔我的腚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要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你看着我干嘛？我不舔你的腚。他是要拉屎吗？我怀疑他要拉屎。我的天哪，他抖了一下，你吓我一跳。你怎么了你，大哥？我感觉他是要拉屎了。他拱起了很高的屁股，他想我要拉屎了，请我撅着屁股先放个屁，然后后面那只再闻。怪不得他们打了起来。你不会是真的在拉屎吧？要不要吃东西啊？我去，看他好好方啊！给你们开会儿灯啊，对。然后，哎，来吧，这鼠粮就先不管了。哎，不对，我这还买了别的。对，这一刀其实是大麦虫啊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买，可能是照顾那个阿姨的生意。对，那个阿姨对我特别好，每次都问小伙子今天是又要来把你的钱花光吗？我说是的。好吧，我脸真大，我脸就是很大呀。这个鱼缸不小吧？我的脸比鱼缸还大，比这个镜子还大，比桌子还大，比床还大，整个屋子都装不下。哎，我的脸，那我脸真是很大。嗯，我都看不见他在哪儿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你的名字是什么？啊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好难掰呀。那今天我们来看，看到没有？知道我今天要喂食，所以就都过来凑热闹了。你们大老远都闻到了吗？已经开始啃他们的笼子了。我不可能每天喂你们很多呀，也就是喂一两只，对不对？喂那么多干嘛呀？你们想干嘛呀？造反是不是？你先来排队吃。你咋这么……哎呦哎呦哎呦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哎呀，他钻进去了。这个他拿不出来呀。这个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我镊子呢，镊子呢，行啊，好的，我拿到了镊子。我靠，他钻进去了！妈的，智障！再来一只，那只不算，没事，反正我这不缺虫。好的，这个二好像我吃到了，嗯，这个，哎呀，哎呀，你，哎呀，这只白鼠还在那找，我这不给你吃了吗？快吃！好，他被抢走了。他爆了我一手水，哎呀！你这个笨蛋，过来！小邋遢，真他妈真邋遢！你他妈吃啊！快快快，一会儿跑了，一会儿跑了！哎，我这有，你们穿的啥呢？你看，你这有一只在这盘绕，嗯，这个箱子还在颤动，因为得不到的一直在骚动，对吧？他们是得不到，他们什么都吃不到。哎呀，这个箱子没有对好。嗯，来吧。哎呀，呵呵，哎呀，那人粘的真牢啊。三二一，走你！我溅了我一脸水，是什么鬼了？哎哎哎，你他妈的是食物，快进去，进去！哎，乖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你们刚出来就这么能嘚瑟。先进来，妈的，还治不了你了！你一会儿再吃，一会儿你就被吃了，知道不？这就是你的命运。啊，我现在在找一个盒子，可是我找不到玻璃海苔。啊。
然后发现一个现象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你他妈的逗我！就这么死了？你有病啊！这一会儿你就死了？我的个天哪，那只是不是咬死？水太浑了吗？好好好好好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，怎么一会儿就死了呢？就翻在里边了。还有这水太毒了，好吧，这水我也感觉很脏啊。然后那里有好几只水蛭在潜伏在那里，还有这淋巴，对，这淋巴一会儿要死。两只小白鼠，哎，今天来给你看看你吃不吃？昨天你没有吃，因为你那只鼠被你家猪大爷给弄死了。团成了一个团，看那只，它钻进了我的小水碗。哥哥，你在想什么 ？Hello， 看我，你在害怕什么？昨天我看着它，它就不吃。你看，我一走，它就吃了。我真是服了他们了，还他妈的挺萌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发现我白鼠买少了，看来。是不是特别的可爱呢？养一只这个真的超级萌啊。它出来了，这两只就搁里面搁着吧。然后我得对一下焦，哎，不对，我得把这个白鼠盖子盖上，对啊，然后，嗯，这不是我去买拿的快递啊，这个就是我去商店买的，因为我这盒子你们也知道，我经常会收快递，经常会买，这什么什么写的中国西藏，我不知道，可能是他们买的玛卡，嗯，对，那家店可能买的玛卡，因为一说这个我就想起玛卡了，什么提高男人性生活能力。别他妈死了呀，千万不要死。哎呀，这个我怎么感觉他们没戏了呢？看就三只，我不知道够不够啊。因为我的小黑犬不是我的小黑犬，是舒麦的小黑犬，不吃了。吃过，昨天吃那么多你还想吃？想得美你。那给你吃，哎，来放在这里。那来给它盖上盖子，然后我来看看我们的黑白王的卓越表现啊！这个黑白王这个选手呢，非常的大力，哎，不对，我想说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屎？你去屎！我去拿个兜扔垃圾，对，每天它都有屎。哎，我看看你今天吃不吃？你这地方很暖和了，知道吗，宝贝儿？我的原色球昨天也吃了，就剩这一只了，就给它了。我这玉米我就不喂了吧。玉米很特别的缺德，像这个很大的这个叫啥？舒麦克，我叫啥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叫，你的名字叫啥？我忘了，叫小黑犬，不对，他不是那个雪白，对，雪白。啊，天哪，这个它真的很沉啊，这缸也很沉。老有人问我这什么牌子，我也记不住，这个叫什么牌子？这叫魅族，出手机的。你们别吃太多，你们吃太多的话，我很困扰啊。你们吃太，这只很胖，对，来，哎，小飞侠，啊，这个，哎，它是要捕食了吗？怎么又是这种会闪现的白耗子？我很纠结，很无奈，我怕我的那两只熊又在里面翻缸，你知道吗？也不算翻缸，就死里边了。这只。你是落枕了吗，大哥？不是，哎，看我了是吧？你眼睛上是眼屎吗，哥们儿？你有屎，你脸上有屎。这位朋友，请在此稍作停留。你今天身上有挂，别怕，请你给我看看你的手。